好，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现在有两个力啊，第一个力大小是20克重，第二个力大小30克重，同时作用在一个物体上。试问哈，第一小题，此两力的合力最大值多少？合力最大值就直接相加了。好，方向一样的时候呢，有最大值，就是说哈，两个力啊，加 F 二。它的最大值哈，就方向相同的是有最大值，m1 加 m2，这个等于多少？20加3是50啊，大于等于多少呢？方向相反的话哈，就抵消最小，哦，就是 m1 减 m2 了，啊，取大小，哦，就大的减小的，这就多少？这就是30减2010啊。所以它最大值哈，第一小题啊，合力的最大值哈，m 好，这个是等于50克重。啊，第二小题，它问最小值，那最小值就是相消嘛，哦，就是等于30减20，就10克重，哦，最小值是10克重。